嗨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4月20号，高雄第一家 Uniqlo 今天要开幕咯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高雄的 Uniqlo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。 Go！跟其他的是一样的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按这里，按这里，记得订阅哦。按这里，按这里，记得订阅哦。下面有铃铛，帮我按铃铛。喜欢的按赞。按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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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订阅哦，要订阅哦。